我没有多想，我只是知道你心里有我。浩在，我跟你说过了，我现在心思都在工作上面，我真的不想谈恋爱。没关系，只要你心里有我。 我就有信心。谁呀这么扫兴？你让我接电话。高总，哎，今天能见面吗？好。 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附近，那我现在去见你。好。你现在是在公司，离他那儿还有距离呢。高总今天愿意见我就不错了。创新地产现在的处境，不是每个投资公司都愿意见我们的。我先走了。 何小姐，请喝茶。高总，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就跟您直说，我们创新地产希望梧桐控股能帮我们做定向增发。需要多大量？你们大概能募集到多少？60亿应该问题不大，这么紧急。 是因为连城易容吧？确实也没办法了。这么多年，魏总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情，着实让人佩服。这是有关于国家荣誉的问题，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是魏总的公司，我们梧桐控股接了。<笑>那高总，你们有什么条件呢？因为这次资金量有点大。 稳妥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回购承诺。好，我当然理解，但这件事情我需要回公司跟魏总商量一下。您等我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件事情定一下吧。好，来喝茶喝茶。谢谢高总。哎呀，抱歉抱歉啊，刚刚去了研究院那边啊。 来来，魏总，梧桐控股已经答应帮我们做定向增发了，这样的话，我们大概能募集到60亿的资金。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了。不过他们也有附加条件。什么条件？因为这笔资金是需要保本的，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做出回购承诺。那控制风险嘛，也是他们的责任，也没有错。好，那就这样。何喜，你和蔡总啊，你们俩。 做这个事情啊，魏总，这可是60亿的项目啊！什么意思？我相信你们，好好干，没问题的。我觉得是时候要让深蓝浮出水面了。David，N贝那边我觉得至少还要准备100亿的资金，万一创新提前复牌的话。 我们就有足够的资金去抢购筹码。我认为，创新不会这么快复牌。中国有句古话，不怕10000就怕10000嘛。而且我们两个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我在讲我们要有所准备，要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保证我们入主创新地产。可是，如果要按你说的准备资金的话。 中发地产要继续提供抵押，抵押？嗯，我还要抵押什么？嗯，可以是中发地产，也可以是连城易容里中发持有的创新地产的股票。哼，David啊，你们的算盘打得够精的嘛？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有的风险岂不是全部转嫁到我的中发的身上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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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风险也很大。这是美国总部发来的警示函，你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我们的人尽快进入到创新地产的董事会。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不管用，以后不要再拿它跟我讲事情。戴维，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在同一艘船上。啊，陈总你好，请问连城易荣是否有控股创新地产的目的呢？控股不控股呢，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连城易荣在创新股份上持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最终是和创新地产可以打造出我们行业内的标杆嘛。可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创新的管理层似乎并不欢迎易荣的进入啊。一家公司呢，既然选择上市，那它欢迎不欢迎谁，并不是由某些人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市场决定的。你说呢？贝利，现在连城易荣持有14%，如果再加上深蓝投资公司的9%，就已经超过我们能控制的21%的投票权。我不信他陈大姚没有跟深蓝公司事先勾结。蔡总，这是查到的关于深蓝公司的资料。果然是家新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魏总，哎，魏总睡着了，让魏叔睡会儿吧。曼群岛的这家公司就是陈大姚的马甲公司，而且我想到怎么对付他了。如果我们先找到深蓝和连城易荣是一致行动人的证据，那么他们的举牌程序就一定有问题。你是说他们在举牌之前就已经到了5%了？对。可我们得拿到证据啊。这样，我马上去一趟开曼群岛。魏叔，梧桐这边的合同就只能交给蔡总了。好啊。没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一旦连城易荣的资金超过我们的资金，那么我们的钱可能就是不够的。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拖住，我们只能赌一次了。现在创新的管理层似乎并不欢迎易荣的进入啊。一家公司呢，既然选择上市，那它欢迎不欢迎谁，并不是由某些人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市场决定的。你说呢？进。魏总，这是普吉岛的拍摄计划，您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安排行程吧。等等吧。为什么要等啊？你先出去。好的，魏总。普吉岛，你要不要考虑去开曼群岛啊？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去一趟开曼群岛，去调查深蓝公司的事情，所以你要不要考虑把广告放在开曼群岛拍？
工作，我要再到开曼群岛之前把这些全都看完。行，我就负责啊，给你好吃的，弄好喝的，绝对不打扰你。太相同了。哎，阿西，哎，我先走了。哎，行。Wait a moment. Okay. So the next day is the super. 你怎么样拍的？啊，快到一半了。你呢？还是没有什么线索。行吧，那我先去忙。合作愉快。Miss He, we found another company behind Shenlan Company's Crown Records. Yes. 。Do you have evidence against Yirong United? Shenlan and Yirong have two companies between through the follow-up funds. We looked on their relationship. That's great. 太好了。陈总，你不是说深蓝没有任何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问题。当然是吗？我有朋友打探到了消息，有人在开曼调查深蓝的背景。谁在调查？魏东晓吗？你看一下。他查到了什么？他查到了深蓝的一部分资金的往来账目，并且据说他正在和当地的律师合作，很有可能会拿到深蓝的一份控股协议。绝对不能让他们拿到深蓝的控股协议。你们那边现在什么意见？那我只能让我的朋友帮我们解决一下，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OK。阿西，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吧？那边有进展了？有进展了。我们找到了一份证据。这份证据能证明一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阿西，其实我心里也挺忐忑的，但是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的，一切都无法阻挡。Keep watching. 杜总，何西找到了陈大姚违法的证据。实证吗？是。何西通过开曼本地的律所找到了深蓝公司的资金往来数据，虽然他们通过几家过桥公司转账，不过最终还是指向了中发地产。再加上我们之前查到的中发地产和连城易容资本的关联交易，确定了连城易容和深蓝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关系无疑。
确定是实证的话，把你刚才的这些讯息还有这些资料全部都整理起，交给交易所跟证监会。好。刘员外，魏总，我们这边都还好，只是刚刚在会议上有些争执，不过我们都有应对的解决方案，只是……只是什么？只是另外两家入围的公司都在紧锣密鼓的拉票，我们的研发人员也想知道我们要不要也……哼，刘员外，我告诉你啊，研发人员不要考虑那么多，专心做研发啊。我们的实力在那里，你到了这个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输赢的问题了。不管输还是赢，这都是我们的又一个起点来的。明白了，魏总，您放心吧，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正在马不停蹄的加班，我们一定能成功的。好，加油。You can have a look, please. Give you 2 minutes. Then you pay me $500,000. You have this file and this. This is my card number. Is it me? The document has been confirmed. Give this account $500,000. It's okay. Check your card. Thank you. Fine then.怎么样，东西拿到了吗？已经拿到了。我想你拿了东西就得赶回去了吧。阿信，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把资料传给辉仔，再多留几天，等广告拍完了咱们一块儿回去。资料我已经传给辉仔了，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亲自回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样吧，我在南滨等你。好吧。晚饭吃了吗？一会儿一块吃个饭呗。行，我正好马上也快到酒店了。我就在大堂呢。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阿西，怎么样？累不累？还行，你那边进展怎么样？魏总，你好，季律师。去，来，包。哎，Stop！豪仔，你醒醒，快打电话，快叫救护车！
豪仔，豪仔你快醒醒啊，豪仔，豪仔你快醒醒啊，豪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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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stay here。怎么到现在一个进展报告都没有呢？哦，没事了，你先去忙。好的。喂，阿西啊，你怎么样啊？你哭什么？豪仔受伤了。魏总，您看，这是我们的第一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在中间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会有这个第二方案来弥补。哎，你先等一下，你刚刚，你先拖回去啊。这个第一方案我还是没有。老魏，哎。来，我有事跟你说。哦，等一下啊。啊，怎么了？豪仔，啊，他在开满群岛受伤了。豪仔，受伤伤成什么样子？说是脑部的关键部位有淤血，一直都在昏迷当中。你先别着急，阿芳已经往开满群岛赶了。阿西，方姨，豪仔，豪仔，他现在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颅内淤血已经清理干净了，现在就看他自己能不能醒过来了。豪仔，妈妈来看你了。豪仔，方姨，对不起。没有看好豪仔，是我的错。不怪你啊，是意外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医生有没有讲什么时候他能醒过来啊？豪仔。怎么样了？你跟我出来。阿芳啊，豪仔到底怎么样啊？阿芳。我们一家人上辈子欠你什么？还是我杜芳欠你什么？你要这么对我，几十年了都没有还清。阿芳，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的吗？你没有想到，你敢说这不是你干的？陈大姚，什么事情是你想不到做不到的？当年你把我的儿子抱过去逼我逃岗，我悔就悔在不该把豪仔丢在香港，让他跟着你长大。那么爱你，敬你，你这么对他，啊？没有啊，阿芳啊，我真的没有啊。
要是对不起你，要是来看你，睁开眼睛看看要是。不是坏人来的，姚叔要做个好人嘛。好彩，你可以先找你的律师，看后再签字。如果你不签字，创新地产的股票继续下跌的话，你的股票爆仓后也就身无分文了。现在退出还能留点活命钱。戴维啊，这什么意思？落井下石吗？这还怪谁？是你当初跟我保证的不会被人查出来，现在结果怎么样？深蓝公司买的股票被罚的没有投票权，你还怎么改组董事会呢？所以呢，你们现在这么做，就是把所有的损失都转嫁到我的中发身上了。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现在我也不管，这个退出协议你签不签？我也是因为和你这个蠢货合作，被调回美国了。David 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魏迪生在开曼，故意不跟我讲的？我告诉你啊，如果魏迪生这一次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就算你逃回美国，哪怕你逃到天边，我也不会放过你。这个东西呢，我是不会签的。滚啊！So, you're getting better. Good job. Now, have a nice rest.医生怎么说啊？姚叔，别着急，大夫说了马上就可以出院了。真的啊？那太好了。特意给你买了香蕉，知道你爱吃香蕉吗？姚叔给你抱。姚叔啊，我还记得小时候你给我吃香蕉，自己却吃香蕉皮。你跟我说，香蕉皮比香蕉好吃。后来，我偷偷尝了一口，一点都不好吃。没事吧，姚叔？好在啊，姚叔没有把你带回香港这边来，那你就会跟你爸、你妈，还有你哥生活在一起吗？
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的事情，你呢也不会躺在这里。要叔一开始啊就错了。要叔，不要再说了，都过去了。过不去了，要叔心里过不去呀。这些天呢，要叔一直在想，我是不是离开这里大家都能好过一些。能给你安排的呢，要叔都尽量给你安排好，安排好。陈总，你要把连城易容的股票转给威迪森，合同上面不是都写得很清楚吗？可我们这次攻击创新失利，再失利，我们的股票也都还是浮盈的。如果将来真的有什么损失的话，我相信魏迪生他可以负担得起。你把公司的股票转给魏东霄的儿子，这不算是全盘认输吗？他也是我的儿子，输和赢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嘛。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陈总。那你把公司的股票转给魏迪森，你自己呢？我嘛，我要去自首，我要对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承担应有的惩罚。那段时间啊，是我最难熬的日子。从豪宅出事开始，我就整夜整夜睡不着啊，像一具空壳，游走在公司和家之间。直到我们的研发方案成功，我们终于胜利了。不，是中国胜利了。中国强大起来了，而我也终于可以踏实地睡上一觉了。西，你答应过要陪着我。
我的故事讲完了，你要想写好这篇文章啊，不能只采访爷爷一个人，你还要去采访采访啊其他人，也可以不是南滨原住民的人，我想他们啊会有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经历中国发展巨变的感受。写东西嘛，写得真实一点，不要去编，因为你编不过生活，编不过历史的，要沉静下来。我会的，我不能只听您讲，还有很多人，肯定还有很多故事的。嗯，很多很多故事啊！来，直播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开始。南滨站万人马拉松即将开始，本台将全程报道。南滨，我为你自豪；南滨，我为你奔跑。各就各位，预备！去跑马拉松，那么多人参加，缺你一个。作为一名已经跑了几十年的老选手啊，我怎么可能缺席？人生的长跑，用一场马拉松纪念，是太有意义了。你也一样啊，咱们两个作为南滨建设的见证者，要一直跑下去。